是今天我想各位亲友难得聚集在这里，我想我除了代表我自己跟我内人来参加，我心里有个很大的感触。我今天我想我最有资格讲，代表伟伟的妈妈来参加。我知道如果淑慧今天在，原来天上还真眼泪。现在是有一个主持人我们在座的亲友都知道，有一个贵军在前面，在这边就一样。今天看到他们伟伟走上这一步，我很高兴。这个婚姻跟谈恋爱不一样，婚姻代表着更多的东西，谈恋爱开始是荷尔蒙的作用，互相喜悦，互相亲密。但是婚姻代表的是一个很严肃的承诺，你从一个男孩变成一个男人，你今天做出这个承诺，你要对你的婚姻，对你的家庭，对你选择的妻子，对你将来的孩子，要尽起你一个男人的责任，这是你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承诺跟承诺。婚姻不是只是互相爱慕，彼此有很多，将来有很多的妥协，有很多的互信、互谅、让步。婚姻是要经营，不是说啊，就是像谈恋爱那样约了去看场电影啊，回来吃个小馆子啊，过得很快。这是一个很大的责任，我很高兴你今天走上这一步，负起你的责任，做一个有担当和责任的人，要对你的家庭负责。我相信你的妈妈在前场看我虔诚的祝福，来一会儿是个总结同志，谢谢。